肚子里面的话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贝斯手准备要当爸爸了。要替马太恩部落生出一个哦，多一个人口啊，一个人口，男的女的还不知道吗？哦，你们可以去 IG 哦，点选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要当兵，觉得啊，我们对防疫期间到底会生出男的还是女的？好，有可以吗？啊，会这样可以。有用吗？健康就好了啦，都可以了，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唱这首了，那也是阿威的另外一半的故乡，来自马滩这首歌《马滩的春天》，献给各位。哎，原住民日之后隔一天宣布有孩子，也是不简单的事情。马滩人口已经很多了呢。
欸、现在你们猜现在人口最多的原住民族是哪一组？阿美哦。嗯，都知道。你是深受其害还是？那人口最少的嘞？啊，猜不出来哦。有要猜猜看的吗？拿卢啊。啊？来。拿卢啊。什么？撒吉拉雅，撒吉拉雅，没有，他们人还蛮多的，因为他们很靠近阿美族。啊，台湾族，有、欸、有人答对哦，应该是吧，我知道这个答案。甘纳富有没有听过？甘纳富，差不多了，跟拿罗。哎、欸，没有呢，好像是那个靠近日月潭那个真的比较少了。毛尾也说一下，毛尾尾呢？哦，在哪里？今天尾也有来啊，没关系啊。